好了，教你多少遍了，还是不会颤音。你看你唱的多直，这样好听吗？不要再说要进厨房能出清汤，不要再说要恢复妆又能着床，中间要有颤音，说。最后教你一遍颤音的练习方式，找到这个音，找相邻的两个音，说，加快速度，然后再推动气息，说。加入了颤音，这样唱才会更好听。不要再说要进厨房能出厅堂，不要再说要会铺床又能着床，这个世界没有女人该怎么办？赶紧回去练习，下堂课我要检查，你练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到评论区，我来教你。